我是颜小妹，最近台北天气冷飕飕的，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的地方可以去避冬呢？什么？高雄？对耶，虽然位在同一个岛屿上，但天气比台北温暖多了。那大家就跟着颜小妹放高雄，一起去探索高雄吧。台北高雄一日生活圈，搭乘高铁一下子就可以到高雄车站咯。好漂亮哦，跟一般看到的旧式火车站完全不一样，这个屋顶也太美了吧。哎，发现高阶少女小琼真的好可爱哦，赶快来跟她合照一下。哇，好帅哦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高阶少年吗？出车站就这么有意思，高雄真的太有趣了，希望大家下次来高雄都可以来高捷 R11 车站朝圣一下哦。如果喜欢颜小妹的影片，记得按赞分享，然后按下订阅支持我哦。